所以信仰这种东西很难说啦，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它到底存不存在，但是我们相对之下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它不存在，可是冥冥之中就会觉得说它就是在你旁边守护着你。像我前阵子因为工作关系有去烧那个烧伤脸部，当下我以为我毁掉了，这下子脸可能回容了，现在这样子好像没有说很严重。那后来也是有去问神明，那神明的意思说这是我命中的结束，那妈祖他就是没有办法跟我提醒或讲，他只能把伤害降到最小这样子。后来就觉得说这东西真的是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形容。然后因为我们家请妈祖回飞天宫过炉都是全家，因为我爸妈他们住台北，然后我都是请我岳母、我大小舅子他们一家人一起请过去祖庙过炉这样子。我喜欢的感觉就是说全家人请着神明这样子去回到祖庙去过炉，这是我想要的东西。我们这样子依序这样子已经过了四年了，然后今年算是第五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直在延期延到现在。那因为现在疫情又稍微又爆发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说要延到哪时。那我们就是有宝贵问圣母，圣母意思说我们今年一定会回去，只是说不知道哪时候，那就是看疫情当时的状况如何，我们再来问妈祖，妈祖也是应不会说 OK。 那其实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就直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请圣母回去祖庙过炉就好，但是圣母那时候宝贵有问圣母，圣母是说他希望就是说原本这些人一起去，不要说只有单独我们两个夫妻这样请去过炉，他是觉得说既然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去。前四年请妈祖回玉飞宫过炉，就是只有我跟我太太这边的家人，就是我岳母、我大小舅子全家人回去过炉而已。那今年因为刚好比较算是还不错的朋友啦，那就张炳义哦，施工部张家张炳义哦，跟那个嘉义福民吴家吴俊文哦，这两位算是真的是很稀有的好朋友，过来帮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感谢你们大家，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次疫情，希望大家都平安，谢谢你们，谢谢。
中，天上圣庙平三拜礼，一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拜祈求事事无灾、百家有平；三拜祈求过路缓缓、人车平安。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